撞吗 ？TDT 初期就踩了这个假设库，满直接撞香路。那这是上来就被掉两个。是的。就 XLG 觉得他这里应该是分站。我跟你说，还是因为对，还是因为北部密度太大了，然后 XLG 低估了这些往北部南边一块区域，碰了一个桥头，哎，这边过点，好，我还想反打被黑出这是要的。从车上下来那一瞬间，龙脊山圈这个差不多是有了，只是说龙脊山脚下的圈啊，差不多。嗯。但北边的面积依旧是比较大的，往里面挤一挤就好了。哦，你们看阿基想要去采访圈，另一侧郭彦武已经在旁边是架好了枪线，菠菜把龙洞穴放倒，但是菠菜血量也不是很多，看小海近点有没有投掷我。菠菜强顶被小海打掉，菠菜这个坡要被反原点的打死，主要是。是的，一滴血强行拉出去，这个时候队友已经赶到，龙奥斯卡还剩一滴血，他换位置，这个雷应该炸不到，菠菜是没了。是的，先补分吧。可以扶的，阿伟还没有过来，这个距离其实这个时间太密，感觉被拖得有点长了。啊，里面 KRG 的支援已经赶到，好，他一倒的话再往后爬一爬，我觉得再补颗烟是不是可以？哎呀，再见了，直接补掉了。这我知道会吃雷，但是我想了一下，就是 KRG 其实他扔雷的这剑算安全。这个 MCG 从另外一个角度打了 God V， God V 应该还有，就是没有人去再往蓝圈方向去看了。埋着的要去扶，这波度放到了小五，再扔一颗雷，这是一个环形的包夹之势。命运总是让他们相遇。好，来指挥指挥指。能力是进攻性的投注还是比较多，一颗雷三颗火，你要想打完以后佩瑞就有五辆车，因为我刚看了一下 IG 人一辆，其实两边都很难受。帮帮孩子，还有、哎这个时候是发现了，把亨利给打掉，有点独木难支。是的，可能跟小明，对啊，小明其实也是架住了他们这个支援的过点吧， IG 也不好支援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亨利的车在哪？这一路拍路磕磕绊绊啊，前几位急要紧。而里面的话，妹妹是放到了 YLG 的泥。三头与同时在接架，拍路的话是立刻压缩 IC 的站 ，IC 只有两，只有三个人。但是原点小路的出枪是把小金刚给打下来了，隔了只有一滴血，先把分数给补掉。IC。三个人在接两队，这边马云龙，两方的 pick 都是一滴血，哇、哦，祭司 baby，、哦、了，是的，真刺激，在切位，但是啊，这个位置切出来，就是被小鹿的枪线给打掉了，是的，给他，嗯，那204扎了一波，这个位置不是我感觉很漏风的地方吗？他、啊、这个位置要等啊，这个时候只能再给2014施加压力，想要去拿分啊。是啊，你想这个圈都这样刷出来了，他肯定不想2014满编在他的隔壁，多危险啊。是的，全是雷，而且2014还给自己封了一个自闭烟，完全没有视野，零度是连续一个手雷是炸到两人，刷了一波小屏，还能这样的话还是后领的波波跟木琴。波波用手雷将沙漠给反打掉了。但这个位置不太好补啊，又是零度，打了三个，有机会一穿四吗 ？MCG 零度确实还是 MCG 那个中流砥柱啊，总能站出来。嗯，好，同样的，2014也是通过利用在后点的一个反斜坡的位置，也是将队友扶起来，而且封了烟。而另一侧的话，悟空跟 MCG 在后点的小超市不断的在进行正面的作战。204也扶了一个起来，多扶起来。穆斯利三八二倒。波波解决了。这里啊，不还行。啊，吓死是吧？
吧？你刚那一瞬间那个视角跳的，你以为 MCG 被反打了？是的，是的。我说婆婆一路击倒两次都是 summer， 好倒霉蛋。好，结束。Steven 没办法上去看，也是源于自己的队友在接悟空，他只能帮武杰上去，要上去打那个小超市是不太好打的，太吃投掷物了，而且没什么颜。是的，看一下近点。那你看这两波不都是这两局都是 XCG 打晕悟空？是的。Hunter 关系啊。FM 想要进已经是率先进的边进行反卡的，而且 KRG 在进圈的过程当中呢，还要吃到一波远点 DSA 的枪点，十二月已经输枪了，将 T 下部分数是连打逮捕，这个时候完全不必要隐藏自己，我就是要去拿分。是的，十二月多少会拿两分，这点我是能想到的。是的，哦，八五七再把豪斯科打掉，那这样的话 KRG 只剩一个人。好，十二月倒了。最后是小明把这一分给拿下。还有最后一个在北边，是的，北边的话是 DT 跟 DT 打起来了，两边双方的互换，而另一边，小明把阿伟打掉，CD血量也不是很多，第一时间没有选择打起来，而先吃到小鹿的位置，小鹿这个点太容易吃手雷了，一滴血还要对吧？啊，对不了，被蓝圈给带走。DSS 还是满编，然后圈走的特别特别的远，一个右切角结束， DDT 也被灭了。对， MCG 这把真的是从南打到北，对，我觉得对于 MCG 来说他的防守压力有点大，整体北边有两支满编队伍都要进圈啊，他的防守力度是要比较大，但是哎，黄之乱没有上山，那这个机会的话，这边 GFI 就三个人， MCG 也是把目标是整体转向 GFI 这一侧，想从 GFI 这边开刀，小鹏从侧翼打倒一个，而木子里在原点的位置也放倒一个，哇，瞬间又是完成一波刷屏，这个效率你爱了吗 ？MCG 没有手雷，原点想要再从侧翼的位置突破。你有想过刚才我们说过的那种头部区分，就是给首先 XCG 二连击吗？看看现在的状态。是的 ，MTM 动啊，两只动物一直在打，但是他，打的比较保守。顽婆还把豆子给补了，这一波 MCG 已经拿了15个淘汰。哦，是的。铁退，把这个位置稍微放一点出来，不着急。零度应该是吃到 XCG 前景信息，顽婆再打一人，这把顽婆的手感很好，再打一个。顽婆，顽婆，保顶，他还是没有木子李现在单场淘汰高，他比木子李差一个。但是这两个淘汰跳出来的话，就比木子李多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最后是木子李拿下来，哇，木子李6个，顽婆8个。顽婆这个赛季差。这把有没有机会上奇葩俱乐部呢？正面零度放到 Jacky， 这把 MCG 气势如虹。但是 Candy 是原点把零度击倒。3-3 XCG 选择直接强出三面，直接正面放到 Steven， 三面侧翼露出来，就是又是顽婆补枪，将 Ken 打掉。最后一人先打药，不着急，这把 MCG 要吃大分。顽婆这个时候肯定会叫，我跟你说，他肯定在叫，他肯定在叫。拿过来了，刺杀有没有？啊，放了两个，洋洋，最后还是让木子李拿下这一分。哎呀，22杀 MCG。我跟你说，队友刚。谁在王鹏旁边都已经过去给他拉枪线了。